大家好，我是五仔。大家好，我是 OK 仔。这一节跟大家讲我们香港人最隆重歧视的回归晚会。正啊。是啦，因为回归都25周年了，今年习大过不过来都未知之数。不过呢就说有人就犀利了，四大天王重新合体。不过讲到呢 Mira 又冇粉啦，又话有粉嘅，冇粉就点啊？系好定唔好啊？我哋同大家研究一下呢一节嘅内容，然后又会回应翻少少上次讲啊 Mira 嗰条片少少嘅内容，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下我哋嘅广播，支持我哋$5Patreon 无广告吓、啊。先回应翻上次咧讲啊嗰、那个啊 Anson Low 嘅 Mira 成员其中一个200,000 dislike 事件啦，咁好笑嘅。我讲完嗰单嘢之后咧，当然有啲你唔知噶啦，嗰单嘢其实咧，嗰单嘢咧，我系做主持，系阿穷飞龙俾意见嘅啫。哦，咁样，我话系咪咁啊？跟住飞龙话唔系，即系我哋有个 point 系咁样嘅。我话哇，喺有人话喺网上话姜涛啲粉丝所为咁样，跟住阿飞龙话唔会噶，佢话。姜涛自己都冇200,000个 like 啊，点做200,000 dislike 啊？我哋讲咗个咁嘅 point 出嚟，咁啊跟住咧下面咧亦都有啲姜糖咧留言咧就话多谢为我哋姜糖洗白啊，但系咧竟然咧有部分嘅姜糖咧就喺度讲咧呢个五仔啊，哎呀原来之前不嬲啊对阿姜涛啊都系咁乜嘢 haters 嚟嘅，跟住喂屌我姜涛湾嗰阵时候我话你哋啲姜糖。做善事，每個月就會定期捐錢去邊度邊度，我仲鼓勵話呢班後生仔好有善心，係咪啊？我話歌藝啊、做戲嗰啲唔好講啦。不過你話有個咁嘅能力，可以真係幫助啲弱勢社群啊，幫嗰個女仔又話即係啊 WhatsApp 叫佢加油啊，唱緊咩蒙著嘴説愛你話有啲反應啊，那個女仔我成日都話啊做善心 very good 啊，轉個頭佢話我唔仔佢係黑粉嚟噶，乜唔係唔係粉啊，黑佢啦，總之啊。咩嗰啲喎？我都睇到一頭霧水，然後我嗰條片嘅喎，係咪咁樣咧？啲網上有人話係啲姜糖做嘅喎。咁跟住咧，下面都依然有人鬧佢哋話：你做咗唔敢認啊！但係有啲真係嗰啲叫做咩啊 ？listening 冇問題啊。係嗰、那個叫做聆聽測驗冇問題嗰啲，佢聽到話啊，多謝你幫姜糖洗白好多 like， 我都將佢俾心留言置頂啊。跟住咧，竟然有人咧喺呢方面大做文章喎、啊。哇！炒作啊！炒作我喎、啊、變咗。跟住又话诶、我下楼下个看更都有睇嘅，佢把声好嘈啊！又话哎呀，之前佢点样闹啊咩？闹有几时候闹过姜涛啊？有冇老屈我啊？不过唔紧要啊，老实讲，因为嗰啲片又真系嗰啲话题又唔系真系咁多人睇嘅，系讲真噶，你自己睇下我哋啲 like， 唔系睇我哋嗰啲view 嗰啲 view 数吓，你喺你个世界你觉得好重要，但喺我世界只不过其中一条新闻，而我讲完之后，其实嗰篇系有少少分析，原来就话俾你听。边个关事啊？姜糖冇20个 like， 嗰啲姜糖揿唔到20个 like， 佢点揿20个 dislike 啊？讲完啦，个 point 喺嗰度啦。啊，然后你话五仔系黑佢喎，啊是但啦，有乜所谓啫？我黑佢又唔会黑死佢嘅、啊，我赞佢又唔会，我赞完佢之后你又话我黑佢嘅，有乜所谓啫？你又唔影响我嘅。调翻转咁讲啦，黑死佢，佢又冇有射离子嘅。系咯，系咪？黑死咗我又冇着数嘅，招白痴啊！黐线嘅，跟住话我攞佢个乜嘢嚟咁，招我今日讲四大天王，我话佢冇粉啊，咁又睇下啲 view 又如何啦。好，四大天王吓、啊、就有粉上回归 show 合体都好多年。冇合体啦！哇，佢真系应该都近年嘅隆重噶咯，梗系啦，被誉为一代嘅四大天王，仲未俾啲新人撞到啲旧人，即系仲 keep 住，仲 keep 得到。喂，咁但系咁讲 ，Mira 冇粉系咪坏事咧？有啲人說，哎呀，唔够红未，冇得上啦，即系有人会咁讲，但系我觉得。冇得上咪好咯！你哋最中意讲咩色咩色，你成日都误会，认为佢哋乜色乜色。系咁而家其实开头有讲过揾佢哋做抗疫大使，系啦，又话回归有份嘅，后屘点解冇份咧？我都唔清楚。但我睇到咧，好似系 TVB 包咗嚟做咁样，系嘛？后生嗰班咧有 After Class， 即系有严明熙、姚卓飞嗰啲系咪啊？犀利啦！咁样喂 ，Mira 冇得上，你啊最。赞成啦，系咪啊？哦，咁啊系啊，一阵间一上咗又话，诶、哎，你啲咩又有人骂噶啦。唔系咧，
佢啊应该有得上嘅，应该有邀请过嘅，点解最后变咗冇咧？又真系不得而知啦。咁用咩原因咧？系咪话要去日本啊？定点样啊？定系咩？我真系唔知点解。但我觉得对你哋啲粉丝嚟讲咧，绝对系快乐嘅，系嘛？听到呢个消息，佢都唔知点面对你哋啊！如果做咗之后，系噶，一阵间，你知唔知阿蝉啊？阿 O 蝉啊，人哋叫佢做 OLD O 蝉啊，杨千蝉啊，喺嗰几时濑嘢噶？就系同阿习大大握手嗰阵时候笑不拢，笑到夹夹声，笑不拢嘴嗰阵时啊，你哋就开始攻击佢啦。你话 Mira 冇份上，有啲人话冇料到咪冇份上，我话唔系咁睇啦，我就唔知个原因系乜，但系佢冇得上咧，就蔡翁失马咧，就焉知非福。系咁啊，真系。咁但系有人你话唔听啊，五仔嗰啲标唔听入边啲内容嘅，你就睇个标题，我唔中意佢咁样讲乜嘢啫。我讲乜你又唔察知，食屎啦佢。冇啊，都系嗰句，即系。你這個你一提少少啦，嚟緊應該仲有一單噶啦。點啊？除咗即係你話你講阿 Mira 冇得上，我上咗之後會唔會乜乜乜嘢啊？你抽呢啲水啊，下一個我已經睇到下一個噶啦。咩嘢？應該阿林義文下一個就會咩人嚟？咩啊？因為啱啱有單新聞，我哋遲啲先再講啦呢單嘢嚇。唉，真係咁犀利啊！係啊，咁啊呢個先講翻四大天王先啦。好啦，咁啊早前有報道知 Mira 都被點名噶嘛，係咪？但係日前流出一份啊香港回歸25周年文藝晚會陣容啊名單上啊列出啊由呢個汪明荃、曾志偉、鄧子峰、陳貝兒做呢個主持噶，演出嘉賓啊大多都係近年啊話事業。重心放在大陆的演员和歌手 Mira 呢就未在名单之中。这些直头开心到爆炸啦，即对他们某些人来说、我又没什么所谓，不关我事啊，对我来说。好啦，演出人员这个阵间标题都会讲啦，乐坛啊嗰、那个好多嘢讲嗰位校长是谭咏麟。哇，咁即代表他之前那些冇事的啦。嗱，跟住咧，很炒呢啲嘅咩？冇噶啦，上次講咗佢無辜嘅，我就叫有人好執著添，仲喺嗰啲位度。冇事啊，咁啊四大天王黎張劉國我都中意，唱完勁歌金曲去 EYT 啊嘛，冇錯冇錯，就識唱呢啲啊。跟住佢四個有份，跟住就林子祥嘅咯噃，葉倩文阿 B， 哇，鐘鎮濤、陳慧嫻都有份，草蜢啊三隻嘅，係。李克勤、容祖儿、Twins、张智霖、陈春是少的，陈小春、周柏豪、连诗雅、房力申、杨千蝉，跟住咧陈伟，咦的士陈有份啊，有，好耐冇见佢啦，陈伟霆、吕有辉。吕方喎，翻到佢条边喎，食到个妖流喎，系啦，系，咪希望吕方，希望吕方今次唱歌好啲啦。上次听佢唱《生生不息》，我觉得好日本，唔紧要啊，而家操紧。张杰，张杰系边个张杰啊？佢好似之前有个叫张杰嘅，我唔记得边个张杰啦已经。张靓颖有份，我中意听张靓颖啊。有个叫五阿乜嘢啊？五阿月啊，我都唔知叫五阿乜，又好似冠军嚟嘅。梁海，因为佢写简体字。啊，梁海文啦、林峰啦、卫兰啦，呢杏儿咪 J W 啊，啲 OK 嘅。咁啊，江海家啊，咁啊，谷子乔啊，哇，吴若希都有份。哇，系黄君、林晓峰都有份。嗯，犀利啊，阿捞。萧海恩系咩人嚟嘅？未听过嘅。严明熙。吓，陈启泰都有，哇！陈启泰喺冇啦，冇系咯，喺边度掘出嚟啊？陈启泰好耐冇见，掘出嚟啊！出土，哇！讲呢啲，好耐冇见啊！啱嘅，深潜啊，咪咯，终于浮翻上水啦佢咁样啊！仲有乜嘢？温兆伦，哇！温兆伦都有份啊！哇，真系大批大，哇！跟住仲有一个，你都好耐冇见过呢嚿机啦，系古技机、古巨机。啊！个啰柚好耐冇见过啦，系姚卓菲，詹天文都有份，钟柔美，咁啊嗱，如果你话有啲唔系好识嗰啲都有份，你话 Mira 就唔会唔够红嘅，就唔关嗰个事，系咯，唔知点解佢食咗咩运咁样，吓、有跟住嗰啲好多都系内地嘅歌手啦，我净系识周深一个啫，周深唱歌真系劲好听，咁其余有冇啲我识？曾比特喎、曾比特都有份啊，系啊，哇，犀利啊，胡杏儿有份。
佢有做嗰个好红啊嘛，呢期讲到系嗰个狮子山下嘛，咁啊真系真系，佢好犀利啊！佢近排嗰个收视突破咗开电视嘅收视啊，系咩？冲破一点啊！冲破一点收视，哇！好难噶呢一点，呢一点啊，大佬，靓女起码都两点 啊，直着两点算爱你、啊，最中意系三点啦、啊，系、哎、三点不露，四点啊仲劲，哇！一点冲破一点收视啊，突破呢一点啊，系咯，啊犀利啦，咁啊人数就咁样啦，犀利啊，喂，真系。真系阵营强大喎、啊！佢呢个写得好啊，嘉宾囊括老中青三代，系啦，汪明荃亲口承认就担任回归苏师仪啊，加上阿邓子峰啊，呢期啊巴斯光年就嚟出独立电影啦嘛，同阿陈佩仪啊，过去啊都系呢个活动嘅常客嚟嘅，主持啦，咁啊当然系，咁啊相信呢份名单可信性都高。可信性其实都唔知嘅啫，其实就话冇 Mira 啦，但回归苏表演有四大天王咧。仲有谭咏麟、钟镇涛啊，嗰啲咁嘅人咧，就都都系咁啦，都系咁啦。但系佢依家仲有冇得搞啊？点解冇得搞？佢疫情咁嘅环境，一阵间点解冇得搞？你咁大棚人，一阵又话感染啊！屌我睇我估咁样吓，我啱啱今日睇嗰个卫生署喺度讲咧，佢话出嚟做 show 咧，系佢出嚟做 show 做演讲咧，佢话。朝一点五米距离就唔使戴口罩，可以除口罩。我心谂你香港疫情咪爆紧上去咩数字？跟住同我讲放宽呢样嘢，我睇完份名单，我明白啦。系咪啊？系咪咁样噶？但系佢一点五米，佢咪要企到好远？唔系啊，你一点五米距离唔好对人啫嘛。咁你其实。哎呀，点会无端端对嗰啲咩讲者啊、表演嘉宾有呢个咁嘅宽限啊，大佬啊！佢其实你记唔记得到啊？我梗系明你讲咩啦，我梗系明你讲咩啦。所以我自己会担心就系话，喂，你开头你冇讲呢个名单，我就谂一样嘢嘅，系会唔会话即系因为你净系揾四大天王嘅话咧，咁因为始终嗰、那个。疫情啦，防控啦，你 Mira 咁大棚人啊，惊可能人多得滞啊嘛。系，咁你净系揾四大天王，个名字都已经够做啦，系咪先？唔知咁。咁原来唔系喎，哇！原来嗰个阵容咁强大嘅，后边嗰个 list 嘅，咁啊，嗰时候又另一样嘢咯。唔系，阵间会唔会吹水噶？四大天王其实系李思捷嚟噶，扮嘢喺度。福禄手，福禄。咦，冇黄祖蓝嘅份名单？系喎，冇啊，真系。有冇曾志伟啊？头先讲好似有做司仪嘛，系嘛？做司仪啊，系啊。咁可能冇黄祖蓝嘅，咁可能黄祖蓝都系做司仪啩？冇啊，睇下先个名单边有黄祖蓝。你严明喺嗰啲都有咯，冇边有黄祖蓝啫？奇怪咯，我就话阿捞都有，点解冇黄祖蓝？唔知喎，好忙咩而家？应该系咁嚟晒谱喎，有冇叫过佢噶？有啦，我估叫唔到佢可能，佢歌手佢又唔系。司仪又满蹬够脚咁样有八个司仪啦嘛，咁啊系，你夸张，咁啊系啊，有冇直播噶呢啲 show？ 我未睇过，其实唔会录播啩，系咯咩啊？我唔系啊，直播定录？应该录播，应该录咗然后播嘅，录播啊，应该表演录咗先播，表演完咗你先知。其实呢啲 show 系咪大家会出现喺个 show 入边，但系就系唔同嘅场地度拍摄噶？即系又系嗰啲狮子山下嗰啲啊，剪剪埋埋一首歌啊！即唔系你唔系啊，你唔系咁系咯，类似啦。即系你喺呢度拍，佢喺嗰度拍，拍完即系喺嗰度播。系咯，我觉得系咁啊，点会聚埋一班人喺同一个场景啫？我咪话咯，一点五米距离，佢企爆成个香港都唔得。咁系咁大棚人啊，咁咪得咯，系嘛？四大天王咁样样啊？唔会，我觉得唔会。你做呢啲 show 好重视啊嘛。你既然系一个叫做用回归 show 嚟形容嘅事件，你冇理由系用剪接噶。如果系剪接三分钟搞定啦。咁啊，习大点样同佢哋握手咧？又话即系如果佢喺个香港疫情爆得咁紧要，习大未必同佢哋握手噶啦。因为上次有握过嘛，杨千嬅。搞完啦，嗰、那个超哥嗰个宣誓嗰啲嘢，可能就已经就咩噶啦。应该就唔会握手，因为咧，我记得你啲官都要闭环啦。咁啲 artist 我正常讲呢得成村人闭环，哇！好多明星喎、啊，佢就系一分钟好多钱上落噶、啊。系啊，唔得闲同你闭环噶。国家要国家嗰任务喎、啊。系咯、啊，咁你都要闭噶啦，闭关练功都要啦。国家话俾翻你咯。俾翻啲机会你，系咯，吓、上去整多两个好声音，即刻掂啦，翻到嚟啦。啊，我估唔到郭富城都会喺度啫，郭富城唔系去拍戏嘅咩？
黎明都会在这里，我觉得郭富城在香港开新戏嘛。嗯，你说刘德华就不出奇啊。刘德华就最弱啦。他四个究竟是会同台啊，定是会好像那个即是你说好像狮子山那些球旗那么扼埋。是咯，拼凑接这样。是你说因为四个黐埋一起我觉得很难的。其实你刚才还要这么大堆人。不看好。你在那个场口度出出入入你一定是接触很多人。没错。刚才你讲过那些人全部都大家都是叫比较出名，严明熙这些你想想是吧，一阵还要翻上去可能继续做节目的。真的忙啊。真的忙啊。忙啦。是啦，又忙住啲人叫佢读好啲书呢。冇错。唔知啦，咁究竟。严明熙都有份啊。是啦。是啦。仲有好奇怪，我觉得是吹水嘅。可能 Mira 到时有份。呢张嘢好似之前都有类似咁嘅款嘅。可能 Mira 迟啲有份呢。我一想到原因佢点样推呢啲嘅。之前唔係啊。中联办咪出声搞疫情嗰个位噶嘛，咁唔俾面，咪咯，咁唔俾面冇理由嘅，一定系有啲原因嘅。应又好似上次维港咁样啊，记唔记得十二月尾嗰时候啊，过年啊，咪两边摆嘅，咪奇怪在国家承认咗佢哋嘅知名度、冇理由话去到呢啲位，如果。仲要好像我哋谂嗰种系凑埋一齐嚟播噶嘛，成个节目。喂，咁你喺 Viu TV 搭个台跳下舞，整一个回归乜乜乜乜，然后摄埋落去，都得啦啩？我喺嗰堆人里面最少有十二个我唔识啦，咁咪摆你十二个落去咯。系咯，我就觉得好奇怪。其实中间系可以有一堆人可以掹起你转 Mirror 来都得噶。就系、是。是不是不知道、啊、你只是陈启泰，你唔通陈启泰不够你 Mira 红咩？就是梁汉文不够你 Mira 红咩？我当你梁汉文叫尊重他一个歌手，陈启泰在我印象中他只是一个演员或者师爷。咁你冇人唔摆 Mira 落去啩？即系可能呢份嘢都系流嘅，唔知唔出奇。陈启泰真系犀利啊！系啦，都唔知喺边个窿度。但系如果系真系真嘅话，我都觉得呢个系对 Mira 一个，无论系佢 fans， 系，我觉得佢 fans 会系一个觉得系唔错嘅决定嚟。系咯，系啊，但系我又觉得冇压力咯，成件事即刻。但系呢个可信性，我觉得唔高嘅。吓、啊，咁啊要再因为有陈启泰，因为你成件事好得意啊，点解会有佢嘅出现呢？真系搞笑。系咯，好，下次再倾，拜拜。